你们的工作或者是喜欢打电脑，可能会帮助你们，或者是你有补时间的，或者是你有颈椎的问题，都可以帮你。来，我们手伸出来了，手伸出来，然后呢，一只手呢扣住你的手肘，然后呢，我们反方向，头呢反方向，这样，十秒呢，到差不多有酸啊带痛，痛的就够试，自己数一下十秒啊，然后换边，啊，你的脖子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动作来看一下，左肩麻痹，你的左手呢摸到你的右肩胛，然后呢，右手呢握住锁着，然后尽量头呢往上看，你的颈椎跟脊椎啊就会被拉，有没有？十秒，有吗？啊，来放手，一样，啊，是这样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这一个动作来，我们练习一下我们的平衡感，好不好？来，脚尖把抬上来。好的，最后一个太老师的打破了。他虽然是做语言的工作呢，这个地方正在写要练习。啊，然后呢，慢慢的深呼吸。但是因为你拿到我们的厨要脚下轻的脚哦，其实他如果没有做一个伸展，他很容易运动伤害，尤其是腰。三样这个可以回去可以自己做。我每天都在做，所以我们基本要让客人之前导弄你，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伸展，因为之前可能在别的部落有这样子，然后发生那种拉伤，然后后来之后再去推到我们还蛮严重的，所以我们就避免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做一个伸展哈，大家就知道，待会你们拿那个杵就知道它不是一般的重量，好，这么重的话，所以我们都要肩颈做一个伸展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即使要好玩体验，最起码我们还要。针对那个安全性部分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三样的东西啊，刚刚的运动可以帮助你们。现在呢，导舞是最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试吃的部分不要客气，尽量把它试吃完，我们就不用导舞了。好，那莫娜意思是说，让你们吃一下所谓真正的原味哈，那可以闻一下，那都是怪木香，真的是用木桶去煮，哦，用传统的方式哈，先吃一下哈。那它的颜色会比较黄色，是用打九分，九分米的意思就是它有点偏燥米，要不然一般你在外面市面上买的糯米一定都非常白跟透亮哈，那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营养含量了，所以你越吃会越甜，它就形成很棒的糖分哈。对，这就是原味，然后闻一下那个香味哈。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那句话。都吃在地的哦，在玩的、吃的、看的，全部都是在地的哦。好，来，然后忘记了，我们就请这个沙哥跟这个帅哥好不好？来，好。看一下他的动作哦，来，各位看一下，你如果是右撇子呢，右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方，然后左脚去顶这个臼齿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倒米的时候不是完全靠背力跟腰部，整个身体的结构哦，就一个应力啊，是这样，对。好，开始的时候它是逆状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呢就先把它做。我们在倒的时候呢，为什么要旋转半圈？你知道，我们越倒，马筋越黏，你不旋转呢，它会黏在那个揪，然后就整个会把那个饭团把它打弄在地上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如果要体验的来，啊，来先让三哥打一下。好，我们一般呢就是倒一次，然后翻一次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是。啊，做的嫁妆100多年，所以说，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不要把这个针打到手就忘了，啊，因为看着你的力道，可能男孩子这个是你好，男孩子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左脚，好，直上直下。基本都是两个客人一起打，哦，这样打。但是我们在泰雅族这个部落呢，它正统的就是一个打一个要翻，因为如果你要马蹄哈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糯米打起来有 Q 弹哦，没有任何空气间隙的话，吃起来比较有弹牙的感觉，就是一个打就一个要负责翻。如果是我们在地族人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我们城市的人哦，打那个打马蹄那个
等他来关。好，我就关来。上课不要讲话哈、哦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在防滑稽哈、哦，就是尽量嘴巴不要开，也不要说话。为什么？口音会变成我们的糯米酒。好，来，一二十次。好，一。一。来，兄弟，今天是两岸文化交流，我们变成防控，你这个打法有点像防控的。打控嘴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打控嘴。好，来，朋友们来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这个你是刚煮完很烫，所以接着打都没有关系哦，不用担心。反正它的温度一定是够的哦。如果冷掉的话，一般在市面上买哦。如果我们自己在部落吃的话，它冷掉就会硬的跟石头一样。介绍一下哦，这一位年轻的时候。所以你们，我不想讲什么。然后很多市面上买的瓦吉，你摆回去一个礼拜两一个月，它都还是弹，还是 Q， 还是软。其实那是因为它本身里面放了很多含水晶哦。那你来到部落吃原味的话，你经过如果已经打成瓦吉，一颗一颗我们沾了糖粉之后，两个小时它马上就会变成石头这么硬。哎呦，很标准哦。所以真的要吃到这样子的话，哦，真的是我们是要自己煮哦，自己打。没有啊，那为什么不敢承认啊？你就叫他不要说话了，你还一直还跟他聊天。部落哈，很少有这么温柔体贴的。可是呢，你这么温柔，假如你后面有八个孩子，三天三夜才吃得到。再有一点，一定要有声音。哎呦，你好像有些什么苦。怎么那么黏啊？啊，对，好黏啊。所以呢，夫妻哈，不懂得黏胶说起来白话情，他就会认识。好，这个就是麻吉，那我们一定要配山泉水，你配的话你是了不起啊，那它没有加一些的所谓的啊，好，来下一位，来加油，你不要怕，年轻哦，相信大家都有啊，加油了，来，哎，这不错哦，哇，这种打法你好像有很多的恨。没关系，你恨哪一个就把它当做它好不好？来，只能恨它十次哦。一、一、一，哎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这个姿势，哎，这个 pose 很棒，一百分。啊，真的不错。好，来轮到谁？男孩子们。还有，这个是我们以前的分站队了，对不对？这种体型呢，如果不是喝啤酒，绝对是分站队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啊。那手背呢？哎哎呦，哇，阿妈的家中哦，哎呀，真的，哇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哇，象征啊，他的地位告诉其他的人，他的腰部背力都还可以，啊，那意思说可以继续的增长后，哎，不错哦，哇，好，等一下再下山潜水。快了吧，各位，这个就是大牙煮、哦、是我们的喜饼。我们最怕起到什么家族 最多的人，我起到堂妹他们家族60，你就要打60个麻吉，打到这以后，这些洞房主那个主业都没有办法。哎，加油！哎，棒，对对对，哎，你这是要拍照吗？不是哦，好，来，给你十下，好，给你十下，加油！好，好，停，停下，好，我们来玩一下大牙组的玩那个游戏好不好？大牙组们一到一二三四到十，十个一加起来是十，好吗？你自己要默数一下，一十个一加起来，来开始来，好，一来一，一。